好的，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73课的单词。那么这一课的单词呢，其实并不难，但是很重要。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叫做周，一块读一下，叫 week。它呢翻译成周或者星期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由它所构成的短语，比如说这一周该怎么说呢？很简单，叫 this week。下一周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单词，就是下一个叫 next， 于是呢叫 next week。当然，上一周呢，就是由上一个 last 所组成的，叫 last week。所以这三个词呢，可能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了。OK， 再来复习一下 this week、this week、last week、last week、next week、next week。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一个单词呢叫伦敦，一块读一下 London。London 这个单词呢，很多同学习惯于读伦敦，伦敦。大家知道哈，这些世界上的地名比较著名的地名，他们都有英文名，所以你不能叫伦敦、什么纽约这样的都不行。OK， 好，一块读一下，叫 London。好，这是一个地名，很简单啊，不再说了。如果你想表达这个伦敦呢是英国的首都，这个也很简单啊。当然，首都叫 capital or capital city， 所以你可以说 London is the capital city of Britain， 这就可以了。OK。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单词，叫突然地，来读一下 suddenly。这个单词叫突然地啊，为什么我要把它弄成蓝色呢？主要是因为它翻译成的中文叫突然地，也就是土地的了。那么在这个73课这一课文当中呢，有好几个单词，比如说 suddenly， 还有什么呢？还有 pleasantly、slowly 这几个单词呢，基本上都具有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以 ly。结尾的副词。那么好，我们先呢把它搁在这儿，一会儿呢一块儿说。OK， 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单词叫公共汽车停靠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交站台，一块儿读一下，叫 bus stop。而相反，如果是这个每天晚上啊公交车要回去停在那地方呢，我们就叫做 bus station，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很简单。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词呢叫微笑，一块读一下，叫 smile。 大家从中文名字就能看出来，微笑就是微微的笑，如果要大声的笑呢，那就得换个词，一块读，叫 laugh。 好的，这是这两个词的简单区别和差异，但是呢它们的用法比较具有共同特点。我们先来说它们的词性，这两个词都同时具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那好，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这一些句子，我一会儿要说的这些句子当中，这些词都是什么词性。请大家先看第一个 He said and smiled， 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他说了笑了，实际上就是他笑着说的，是吧？他笑着说了，来一块读一下 He said and smiled。 那么显然这是两个并列的动词， smiled 是一个动词。好的，再来一个句子，我说 She's telling me a story with a smile， 翻译成中文就是她带着微笑，带着笑容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里面说的是 with a smile， 所以显然 smile 是一个名词。 OK， 好的，再来一个句子、They're talking and laugh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正在说笑，就是他们有说有笑了，是不是？所以有说有笑显然是个动词，所以这里的 laughing 就是一个动词了。 OK， 所以判断这些词的词性呢，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就是当你要表示带着微笑干什么，大家就可以参照这里的第二个例句，叫做 blah blah with a smile。 比如说他笑着进来了，我们就可以说 he came in with a smile 就可以了。 OK， 行了，那么关于微笑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再往下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叫愉快的，读一下 pleasantly。 哎，你又会发现这是一个愉快地的翻译，说明它是一个副词 ly 结尾，咱们一块来一会儿再说哈。好的，接下来一个单词叫明白或者懂得，一块读一下，叫 understand。 大家知道 under 的意思呢叫在下面， stand 呢叫站着，很奇怪哈，站在下面就明白了，这个单词的构词非常难以说明白哈。它的意思叫懂得或者明白。那我们在口语里面经常会说 Yeah, I see 啊，是我明白了。其实你也可以说成 Yeah, I understand 一样的意思。OK，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
Understand 这个词，这个动词，它也有过去时，它的过去时叫什么呢？叫 understood 这个说法。OK， 行了，接下来看一个单词，叫做讲话或者是说话，一块读一下，叫 speak。好的，这个单词叫讲话或者是说话，我们先研究它自己哈。这是个动词，所以毫无疑问，动词都是有各种时态的变化的。那我们知道它的动词变化呢，一块读叫 spoke。OK， 好了，那么再接下来要说什么呢？我们不得不提这样一个词叫 say， 因为这个单词也翻译成说话或者是讲话，它和 speak 翻译成的中文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这两个单词翻译成的中文是一样的，那么它的用法或者说在意思上有没有差异呢？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其实它们俩的意思差异或者叫用法差异，实际的用法是有比较大差异的。那我们从这个 speak 开始说起哈。 speak 这个单词它所表达的意思或者它最常用的场合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表达说话的能力。什么叫说话的能力啊？比如说，我说这小孩刚刚出生，他不会说话，这就是他不具备说话的能力。于是这时候呢，我们就用 speak。比如这个句子就叫做 "The baby cannot speak"， 这就可以了。OK。当然，还有一些聋哑人，他们也不会说话，就是他们不具备说话的能力了。OK。好了，第二个用法呢，叫语言。啊，也就是说呀，当我们在说啊，他会说某种语言，我会讲某种语言的时候，都用 speak 加上这门语言来搭配。比如说，这个人特别棒，他会说啊英语和法语。那怎么说呢 ？The man's very super. He can speak English and French. He can speak English and French. 也就是说呀，只要后边加上某种语言，我们都用 speak 和它来搭配。OK。行了，这就是关于 speak 的用法。接下来我们来说 say 这个单词。say 这个词呢，它的用法比较单一，比较单纯。一般来说，只要后边有内容的，我们都用 say 来说。有人问了，什么叫内容呢？说起来也很简单。比如说，我妈说了，后边有一堆内容，这个时候就得说 my mother says， 或者过去时 my mother said， 就这么意思哈。不论你啊，要说我妈说了，我们老师说了，天气预报说了，谁谁谁说了，只要后边有内容，我们都用 say 这个单词来表达。OK， 这就是 speak 和 say 之间最大的差异。当然，这些都是理论，接下来我们就要实践一下哈，他们俩之间到底这个在用法上有什么差异？当然，顺便呢，我们得说一说，就是在搭配短语的时候，或者后边加东西的时候呢，他们俩具有特别特别大的共同点。比如说当你要表达谁谁对我说，那叫做 say to me， 所以呢对某人说话可以叫 say to somebody。 当然如果是 speak 也是一样的，叫 speak to somebody， 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俩具有共同的这个用法。 OK，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呢，还是要让大家明白这个 say 和 speak 在用法上到底有哪些差异。接下来呢，我们要做题，来通过题来搞清楚。请大家来看第一道题，应该选什么呢？好，我们一块读一下，叫什么呢？ It's very cloudy now. 哟，现在天呢阴着呢。接下来 But the radio blah blah is going to be sunny this afternoon.意思是说呀，但是收音机说今儿下午会放晴的。好的，收音机说了，那么后边这些东西就是收音机所说的内容，所以毫无疑问有内容，那就填什么呢？对了，填 say。 那么 radio 呢属于三单形式，所以叫 but the radio says。 OK， 好了，再来看一道题，他说 He is super. He can blah blah English, FrenchAnd Chinese， 说这人特厉害，他会说英语、法语和中文这么多语言。那么只要说语言的用什么呢 ？Speak， 所以答案就是 speak 了。好了，第三个，这个句子看起来非常的容易，但是很多人经常会选错。Please blah blah hello to your mom， 意思是说呀，你要跟你妈说个问个好，就这意思。那么问个好，说明这个问好 hello。也就是他说的内容了，所以我们叫 say hello to somebody。
啊，当然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把它记成固定的搭配。所以呢，向某人问好就叫 say hello to somebody。当然，如果是说啊，向某人道别也是可以的，叫什么呢？Say goodbye to somebody，这也可以。Say goodbye to somebody。OK，行了，那么这三道题做完之后呢，想必大家对 say 和 speak 的用法应该说是非常了解了。OK，好了，接着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单词，叫手，一块读叫 hand。这个单词呢很简单，我们现在呢就说这样一个表达，叫什么呢？新手。这个新手呢，大家注意，不叫 new hand，叫什么呢？叫 a green hand。也就是说呀，这个绿色可以表示啊新的、不熟练这个意思，所以新手就叫 a green hand。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单词叫 pocket。pocket 它的意思叫衣袋或者叫衣兜，用法很简单。如果说在我的兜里，在我的衣兜里，叫 in my pocket。in my pocket。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个短语，这个短语叫什么呢？叫 pocket money。pocket money 翻译成中文呢，叫零用钱或者叫零花钱。这个呢，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大家想想啊，如果一个人钱特别的多啊，那你想他会随便塞到兜里吗？显然，他肯定会用一东西叫钱包。所以呢，只有一些小面值的、随便平时用的零花钱才会塞到兜里。所以，这个 pocket money 就叫做零花钱或者叫零用钱。OK，好了。那么，当大家要说一个句子的时候，也很简单。如果你要说他呢，把手揣到了衣兜里，或者搁到了衣兜里，放到了衣兜里，这些表达通通都可以用一个词叫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OK，所以全句就叫做 he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OK，好了，接下来看一个单词叫短语，一块读叫 phrase。phrase 当然还有一个叫短语手册，读一块。Phrasebook，Phrasebook，OK，、okay? 这两个单词也非常非常的简单。比如说，我想找到一个短语，在这个短语手册里面，那我们就是 I want to find a phrase in a phrasebook 就可以了。OK， 好了，接下来一个单词叫缓慢的，一块读 slowly。你一看呢，又会发现这是一个缓慢地这样的翻译，而且是以 ly 结尾的，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副词。那么关于副词呢，在整个这个73课当中呢，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个了，来一块儿回顾一下有哪些个呢？slowly、soundly 还有 pleasantly， 它们都是以 ly 结尾的副词。那么接下去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说到这些副词的用法。OK， that's it。